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张连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0800-058-668。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午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位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北市叶先生来点播北斗三龙演唱的歌曲。这首的歌曲叫做《口袋萨克瓦》吼，《口袋萨克瓦》兄弟酒场。この世はままにはならぬ、そんな男がのれんをくぐる。愚痴や涙はグラスの酒にしてて、今夜は飲もうじゃないか。今日
熱い情けのちぎりさけ お前惚れたか横丁のあの子俺もこの宇治さ看板娘時代遅れの似た者同士俺はいいから幸せつかめ兄弟酒は背中で身を引く譲り朝日は誰にも来るさ焼けを起こすな短気になるな負けてなるかの人生かそうさ歌えば元気が出るさ兄弟酒は生きる希望の二人好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在台北市呢，咱就为叶先生所点播哈，北斗三龙所唱这首的歌曲《兄弟酒酿》。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仁，感谢弟张连军，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晡呢，这是3点到5点哈。在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会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大台北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在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 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 90.7，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 89.3。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送。另外，在咱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呢，有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好来，感谢啊！现在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
2021年5月31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讲因为地流方面的影响，各地分量增加，啊，拢总有可能出现着短暂雨或者是大雨啊，呢都着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4月2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3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来甲看新闻。来，伫要报新闻进程，有缘先来甲报一篇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今仔日吼啊上新的报告吼。新增加274人，吼、哦，这个本土啊，有73人是校正回归，另外有4人是境外移入。今仔日死亡的人口15人，吼、哦，15人，吼、哦。啊，这听众朋友，吼、哦，啊，这是今仔日吼，咱甲听众朋友来做报告的是安尼啦，吼、哦。啊，咱来详细甲报较清楚淡薄啊。指挥中心今仔日表示啦，新增加274人，本土的病例129人是查甫的，145人是查某的，年岁伫4岁到90几岁者。啊，那发病的时间呢是伫吼今年的4月29日到9月30日。啊，另外校正回归的个案呢，啊，这个73人。啊，当中有36人是查甫的，37人是查某的，年岁伫4岁到80几岁即旁。发病的时间伫5月14日到5月29日。啊，指挥中心指出，讲综合顶面所有的案例，347人，新北占上侪人，伊就有171人啊。第二侪人是台北市122人，桃园27人，彰化县10人，台中市5人，嘉南苗栗吼、哦、各5人啊，3人啦，各3人。啊，新竹市2人，花莲、澎湖、高雄、新竹县各1人。啊，其中293人有即个双北的活动史啊。其他的县市54人当中吼，有2人吼有捌来到台北放假吼活动过，46人已经知影已经感染源啦，啊6人吼联络不明就对啊啦吼，啊那死亡啊，这个死亡今仔日15人的死亡的案件就对啊啦吼，这是啊查甫的9人，啊查某的6人，年岁伫60几岁到90几岁，即旁拢有。发病的时间伫5月11日到5月28日吼，啊，确诊的时间伫5月17日到5月30日，死亡的时间5月21日吼到5月29日吼，啊，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安尼即款的报道吼，今仔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上新的情形啦吼，247人。啊，校正的73人，校正的迄、那个矫正回归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啊。这个唐凤顶边都有新闻有报嘛，讲伊落去甲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回报的迄种、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功能哦，都甲调整过啊。调整过啊，啊，即马讲较紧啊，对，速度会当较紧吼，回报速度会当较紧，啊，较袂去挤着塞车呢啦。啊，你若塞车就隔间过就拢叫做矫正回归啊。我头拄咧报谣言，我毋知会听唔听袂，但咱嘛是无咧。对，我带咱兄弟真安全嘞。嘛唔通安尼想啦，拢总爱拢爱注意。我即马讲的安全，就是讲无人就是安全嘛。听了较心安啦。听了心肝的，感觉到较袂想讲哦，我要惊死就行安尼。对。啊，唔是安尼就要放弃哦。当然啦，听着讲台北若无，全国拢无上好啦。对不对吼？咱是感觉这种心理咧看待。看待咱家己的雇佣嘛，是不是安尼吼？安尼吼，啊，你台北市、新北市嘛无好啊，咱嘛是足欢喜的啊，安尼啊，所以这是一定是安尼。国一边哈。
韩国一边。兄弟，人阿个咧讲倒呢，长得阿个听着阿个倒啊，勇敢倒哈，东倒一边，东倒一边，东倒东倒啦，东倒。到长得阿个咧倒咧，阿咱伫这个所在咧国啊，啊，咱国这个地方啊。OK， 咱讲咱个啦。咱个坚持这个东啊。咱那不是坚持，这是咱家讲的啊。哦，咱阿平家不过北京伊个话啦。不不不，北京伊啊，你来讲啊，我两公仔伊都。以后以后啊，先阿用北京伊，我用政治人个角度来读新闻，啊，然后阿个张大哥。用台语啊，好，就这样了哈。OK， 你起笑一个，叫我做北京人啊。好，来继续看新闻来。来，接下来要甲咱报这篇吼，恁知影最近这几天吼，有真侪这个哪样的县市长，包括这个哪样也是挺哪的吼，有一挂人吼，就开始安尼话啦，话讲吼啊，互因家己去买。啊，这个乌龙虾吼，啊，讲卖甲因牵制啦，卖甲因刁难，有诶无一大堆五四三诶话语。啊，今仔日咱有看到，但是中有甲因回应，讲无甲恁刁难着啦吼。啊，但是咱今仔日有看到一篇报纸报啊出大片呢，世界各地，尤其中国，讲真侪所在就对啦，包括世界各国吼，拢会当去买着假诶乌龙虾。啊，我唔知影讲吼，像郭台铭啦，包括不公山啦吼，包括台东县长啦，包括云林县长，讲嘛打算讲家己要去买乌龙虾啦吼。啊，恁这唔知要去甲三买，啊买到是真诶是假诶吼？你要安那甲咱台湾人挂保证，讲吼我买绝对是真诶，因为咱今仔日看到吼，有一篇报道，即、這个世界级诶报告咧讲讲，即块大饼实在吼历史以来太大块。四季啦，四季啦，啊，包括这个世界各国吼，做些不小的生意人吼，开始在生产假的乌龙虾。哦，伊讲这条钱吼太大条的啦，大概三千要赚，这世人这条钱啦，赚无到就对啊啦，就无伊就感觉讲吼，伊唔是咧卖药啊做药啊吼。来这边咱详细听啦吼，啊听听了后，咱这个台东。乌龙虾，唔是假。乌，伫全世界传出了吼，乌龙虾无够人住的情形是足严重呢。啊，这煞去吼不少的这个分子吼，透过假的乌龙虾来赚大钱啦。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今年三月就已经警告啊、哦。讲这个假的乌龙虾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安怎样？因为你煮着假的嘛，啊，你当作你已经煮住啊，完啦 ，OK 啊，无问题啊，四界啪啪走，四界啪啪走，啊，这些事啊，但是大条呀吼。国际清洁组织嘛，指出咧讲啦，讲世界各国吼，拢有去掠着吼，啊，拢唔是啦，世界各国吼，拢为着吼乌龙虾不足来受苦啦。另外就是犯罪分子，因为安尼，伊甘愿吼啊，要做违法的工课吼，要赚一条啊大条的，做假的乌龙虾出来卖。中国警方呢啊，今年啦吼，敢若伫因中国讲，骨啊迄城市了对啦，讲去掠着吼三千外支的即个中国啊，即、這个假的乌龙虾啦，三千外支的即、這个啊。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乌龙虾，抓到80多名，牵涉到做假乌龙虾的人。另外，就是墨西哥伫今年的二月，嘛抓到6名涉嫌吼卖假乌龙虾。啊，伊卖的是啥物牌子的呢？是辉瑞哦，吼辉瑞的哦，诶乌龙虾。包括南非政府伫因南非的国内，啊伫南非的国内就对啊啦，吼去抓到甲中国有关的仓库。啊！这中国有关的仓库到底是政府机关去买去设的，去租去设的，还是私人？伊都无讲啊！吼，伊讲吼啊，甲中国有关的仓库内面去抄掉吼啊，2000多只的这个假的乌龙虾啦，包括波兰嘛有不少的这个人士呢，将这个美容的药水吼啊，甲入对这个干那类讲合作是这个啥乌龙虾？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乌龙虾咧卖啦。另外，美国吼辉瑞药厂嘛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啊。
另外就是伫墨西哥，包括伫波兰，我若有去掠着吼假的这个辉瑞的疫苗，有公司联合国毒品甲犯罪办公室了对啊，东南亚太平洋办公室的代表道格拉斯呢，伊就指出咧讲，伊讲吼足歹去分清这个真假的有公司就对啊啦，啊联合国吼。啊，这个毒品啊，甲犯罪办公室已经吼、哦、就这个假乌龙虾的制造，包括贩卖，包括吼、哦、真的这个乌龙虾吼，对这个合法吼、哦、的供应链流对迄、那个流对乌市里边的可能性吼、哦，向着世界各国吼、哦、提起着建议。简单讲，伊即句就是咧讲，世界联合国。毒品甲犯罪办公室就对了，甲世界的政府讲，讲不肖的分子已经从假乌龙虾，包括真的乌龙虾，男男做一堆，然后卖对世界各国的政府的手内面去呀。讲叫这世界各国的政府，恁家己爱注意。啊，道格拉斯伊指出咧，讲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就对了啦，这是牵涉着几啊十亿个美金的产业。会当讲历史以来上界有价值的产业之一就对啦，真侪人拢足少想要对这个产业乌龙虾内面就对啦吼，去吼赚一条大钱啊！而且做假乌龙虾，伊讲吼伫网络平台，你就会当买会到，包括讲你要保证书无？讲我有第一期的临床试验的保证书，第二期临床试验的保证书，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的保证书，我拢会当做俾你，拢做会出来。我拢做会当俾你。你对这个黑，那个什么黑暗啦，什么我可以一个网络，那个手机我袂晓讲。对迄个网络里边，你去问问，伊都有这个假的物件卖你。所以我直接要甲台东馆长，包括吼今麦的婚姻馆长，伊拢有意思要买啦。听讲台东馆长已经买三十万支啊啦。啊，甲咱呛讲啊，那你卖甲我问讲，我这三十万支都买安尼啦。我要甲恁问讲，恁如果那是对外国去进口这乌龙虾，你卖就对啦。恁敢有法度能甲台湾人保证讲，我这买唔是假的，我这是真的哦。但是世界毒品。国际世界毒品吼，刑事组织伊就讲啊，说明啊，伊讲即马一世界拢假，尤其中国做假有方式是对。嗯，啊，无要紧啊，咱即落咱的政府都有讲嘛，即位中心有讲啊，讲恁若是要买的话，到尾来签约的部分必须由政府出面去签就对啦。这批专家甲咱讲啊，讲台湾政府所作所为是对的。嗯，坚持讲袂使由管政府吼，市长。啊，去买这个来源不明的乌龙虾，对不对？应该由政府，啊，台湾的政府统一去买有牌，去兼可靠，搁有证明的就对啦。刚才讲有证明的，有身份证的就对啦。哦，但这边有这边看，台湾政府做的是对的。台湾人爱甲政府拍好啊。今仔日讲台啊，有人讲台东人做买三十万几啊，几万几入来对啦。讲已经有找人去签嘛。找人去签，啊签的，政府看下，当我入来。对啊，就即马就政府即马看要安那要安那来啊。下早时啊，即个就做三个新闻有报啦，就是讲地方政府啦吼，就是咱咧讲讲台东啦、云林啦啥，地方政府甲企业要安那用我去买迄个疫苗。指挥中心有公布流程啊，简单讲就是讲要让恁买，恁着咱去买。但是后壁来的时阵呢，整个这个着做啥呢？最后审验的这个关，由政府把关，由政府甲恁把关就对了哈。这简单讲就是讲企业啦，甲地方政府敢袂使家己去买疫苗哈？这着一直安尼最近吵甲真厉害哩咧哈。啊，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今仔公布疫苗专案所入的流程，强调啦。申请的人，你必须爱是药商吼，而且呢，送验一定的资料，啊，送到食药署审查了后，才会当做输。刚刚讲咱的迄个政府来做最后把关的迄关啦。啊，你头前你若有问路，你有在条买，恁做你去瞧，做恁去催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无像校友伊他妈咧讲的，讲卖阁共刁难啊，是安那讲较歹听。今仔日若照校友迄种讲法，伊若做总统就对啊，规台湾乱成一片。台南的走去买台南的，啊高雄的走去买高雄的。啊，照校友伊的讲法的话，啊时候若像后日若报的，再去买到迄落假的话，啊无经过中央去甲查，啊啥来就硬住啊安尼，结果讲，哦，我遮已经拢住了啊，
结果你大家住的全部拢食盐水。那讲个就免中央啊，有有有，就免这政府啊，平洲家己去做一个政府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伊这吼，今仔日已经公布啊，这个叫做地方甲企业申请吼，歹势这官方的文件啦吼，官方的文件写啥？你敢不知道写？地方甲企业申请 COVID-19， 你著写武汉肺炎得，我得要读啊！你咧搞写到这个 COVID-19， 这嘛是中国政府哦，发凊彩啦吼，就是要申请这个疫苗的专案所列的流程吼。但是中咧讲讲申请疫苗专案所列的对象必须是委托药商啦吼，委托药商。啊，申请的时阵呢，你得咧肩负着执行的计划书啦、数量啦、甲依据了对吼，啊，降回的时程、有效的时程、药品的说明书、冷凝甲仓储的设备，啊，原厂收关书、国外上市的证明，或者是相关的一挂替代文件吼，啊，最后就是交吼实药书，咱的记者就好啊，吼，恁安那去找，安那去找人牵不落架，还是安那样去找了人迄个第三者去牵狗啊？甲恁牵起拢恁的代志，上尾啊，恁要入去房间，要去当陪的事，就是爱由食药署召开专家会议审验啦。啊，像我即马听你念安尼吼，我想到林江吼，遮哪样因进口入来，而且有风险，经过中央检查起来，讲还是你这个呢？哎，对对对，安尼也会袂，讲啊！你个那个刁难呢？啊，这个无要紧，这个无要紧。那真正是假，咱嘛在公布伊是假。这无问题呢。听我讲，你刁个刁难呢？一定会刁。我讲，这才是假讲的啦。哪样也袂去买啦。这有法定的啦，不是无法定的啦，不是有法可管的，不是无可管的。动作招数，甲你处理。无啦，就姚连兰意思是问讲。咱即马就照这个流程，即马公布的流程吼，啊，结果未来了，咱最后是要输去甲查验，再来换。即马在讨论这个，我感觉是假问题。对啦，迄拢唔要紧啦。政治问题啦。有啦有啦有啦。安尼，我感觉是假问题，哪样一样。这个唔敢去进入来，我敢讲一句话啦。今仔咱是只要敢要甲政府讲，没有政府爱歹做人，安尼无啥啥秘书都无，安尼就对啦。秘书拢无找无疫苗的，对。所以，阮即马管区，阮家己就来买。你听我意思。和人民的恐慌，要生成人民的恐慌。对了，哎，政府无疫苗咧，啊，咱的市政府，咱的管政府的中间，家己买安尼好哦。这要造成台湾的混乱了。你听，因我想绝对袂去买。我咧想是安尼啦。要让台湾人讲，啊，中央无在调呢，啊，无在调，恁要安怎样我办啦？咱家己来买无变啦。我相信袂安尼做啦。无啦，啊！伊今仔日啊，那安尼做政府绝对要有一套办法去处理。无啦，今仔分林已经开记者会，讲伊已经找人代理，就是拄则讲药商代理，啊，找着三十万只啊，就对啦吼。啊，但是种个意思，台东分林吗？迄是台东哟，有听讲台东买三十万只，三十万只啦，台东嘛吼。啊，另外分林嘛出来讲，因后买，啊，伊嘛呛声呛白，讲拜托你卖问讲吼来玩。对对对对对，啊，伊讲卖问来玩，啊，是安那？你谈地方政府买疫苗，得叫记者谈问来玩。所以，所以这嘛，不是，迄都调个咩，调个咩乱的尔嘛。无，张大哥，咱再甲看啦，看阿爸伊会买来未？即马重点就是是安那？你做一个地方政府，有哪得爱讲卖问来玩？你敢知？恁家己国民党的人都知影。这个来源啊，讲出来是可能破局嘛。如果你若真正有记者的话啦，吼，那真正就你嘛知影一个讲出来就会破局，啊，是安怎会破局？中国的问题嘛，你嘛是惊，吼。阿生，伊即摆当准备要去买嘛，拜托药商要去买嘛。咱台湾人民就有啊嘛，人民就互你煮啊，走袂离啊啦。对不对？因买来个偌久的时间，得个签了，得个有诶无，得个煞真正讲确实讲真正买就对啦。无遐紧啊，台湾早就有啊，唔免阁注意迄个地方政府。这个咱只甲看啦吼。啊，但是我咧想，绝对是政治操作尔。算哪就是政治操作对啦。好啦，好啦，伊当作咧买五峰虾一罐，当作咧买偶像 T 恤。好啦，看甲看啦吼，看后边伊。超出咩都。第一，大声话记者会开落去，看因后边买袂来啊袂。第二，买袂来物件，咱中央爱把关，啊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好，来来来，咱进广告来。好安尼哦，啊，都听恁广告安尼吼，讲哎，这可能有效的款，我昨买来食，我起初我灌一罐尔啦，好好好，啊，灌一罐落，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嘿嘿嘿，哦，啊，不过我足侪病啦，足侪病哦，那个头壳个啦吼，系头壳呐，听讲迄是有够可怜的，可怜的就对啦，安尼哦，啊，对，拢强要装来啦，安尼哦，食贵啦，哦哦，啊，迄个骨头啦，骨头，骨
头啊酸痛啦。嘿嘿嘿嘿。啊，但是身躯也痒啦。身躯也痒。痒到迄是。哦，无当无当讲诶痒啦。你是皮肤问题。那就吃掉啦。皮肤问题毋好。嘿啦嘿啦，迄有阵我腰子又烂一粒去啦。腰子烂一粒去哦。嘿啦。安尼哦。迄烂一粒去啊，都摕掉诶关系吼，讲迄垃圾卡伫诶内底吼，啊拢身躯拢会发痒啦。安尼哦。哦，我那是拢袂嘛吼。好好好。啊，佮还有啦，迄落。那个卡巴遐吼，卡巴遐恁无顶无底啊，恁一只乌索索，人讲啥物了，做要生卡巴瘤啦。卡巴瘤？哦哦，我等下一一直肿起来呢。会肿？肿到等下一只乌索索，真就面骨一直肿起来呢。哦，我无烦恼一个阿话，唔知是你我风啊是安怎？嗯，爱到尾卡落爱鼓起来。安尼哦。哦，我好个再食你即味吼。嘿嘿。哦，食个个，哎呦，个几个几只几只一直笑嘞，一直笑嘞。安尼哦。现在变成一片乌安尼尔啦。都有便宜呢，哎，啥便宜啦？安尼哦，一个鸡窝底下嘞，哦，真欢喜。安尼好，嗯，啊，这个骨头痛是痛到外可怜呢，嗯嗯，听讲呢，啊，要爬起来吼，嗯嗯，无多通爬起来呢，两只脚呢酸累呢，酸累门诊卡，哎，门诊卡呢，啊，手脚去抖抖啊，气抖抖啊，扛呢。哦，安尼你这身体做严重着，有可能通爬起来呢。安尼哦，啊，这种。六七十，一项过一项嘛吼。哦哦。啊，干那这个骨头，这个含咧头壳疼，疼到中要跌开，这也拢吃好唔吼。嘿嘿。哦，这所拜想我唔敢讲无效啊，你就是啦吼。你我知啊，就是但是你的意思是讲。你这个骨头吼，疼这个头壳疼，较慢就对啦，要无遐紧就随感觉好起就对。遐你为你以外一挂病症吼，规身躯足侪病症，慢慢一步改善。啊，咱这个物件就是安尼，慢慢一步一步一直来就对啦。遐你食到正时六七十罐时啦，有够侪。咱讲实在，你若无信心，无人食出一罐的啦。遐当我老。没有哦，啊，当我中间你即马上届买啊，就是你这骨头已经也好啊。嗯。哦，安尼甲你足恭喜啦。别插落啦。哦，安尼吼。也袂啦吼。哦哦。别插落啦，我别插过来。我卡卡死啦！好吧，慢讲咧，别啦别啦。我本来我是伫南台咧用水果的啦。哦，安尼吼。哦，人我叫我搭起，我啊白山吼，会使讲我连灌油灌晒拢不要紧。哦，安尼吼。但我有这个病底，我良心。应该你的病，我朋友拢知影啦。对啦对啦。你啊，这病拢知啊，即马改善好些吼。我要农药还是要注射啦呢？安尼哦，唔知啊。啊，即马身体啦，用用吼，我就甲你做欢喜啊，嘿，做欢喜啊，真恭喜你身体今仔日食咱圣山吼，食了啊有改善起来。啊，虽然吼你身体坐哩，啊坐袂，伊这个物件袂当一个手就随全部拢改善，伊一分一步一步来。也食到暂时虽然是讲当我来讲啦吼，也六七十罐的中间，你会当将你所有这病情吼，包括这个上严重这个。骨头改善较好些，安尼说，这几日咱无影无踪，哥，哎呦，弄好去，哥，弄好药，药啊，好来。真感谢雄志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哦，咱信南公司好独家提供的许多三件产品哦。这么是广告时间了，你听咱这个屋里上咧，甲咱做见证就知影的吼。迄人啦，辛苦白听咧，严重咧无法度啊，医未好啦，为着这个病啊，来伫痛苦的时阵，拢些拢会想不开。想一世人安尼咧病安尼咧病吼，啊病啊年岁有啊吼，啊是机能松脱了，啊造成这大这病痛，啊咧痛苦的瞬间，我想啊，这人实在是无解得，安尼就对。所以张健也捌想袂开啊，安尼，迄看伊偌艰苦，看伊咧病痛，看我食了就好，你想看嘛咧吼，心不如数啊，你知无？吼，所以雄志偌健啊，大家朋友爱食着物件。咱信南公司的产品要互你食吼，真侪因为咧长期久的这个骨年病症啊。去年的病症是很严重的病症就对了，吃过咱信南公司许多三家产品以后就对，明显身体上健康起来就对，这当我你做理解就对了。哦，所以咱信南公司产品希望雄狮大好好来认可就对。你吃过程中间未是禁止哈，唔是咧一罐两罐，安尼都没有好个，那安尼无法度，那这级别无法度。咱知咱一个病症是外固形成的，迄、那个病症已经外严重啊，西医汉医看到胃病去啊。拢看袂好哦，当然你爱有时间，互咱信南公司的产品，尤其是都选一味了着，啊，甲你做调理吼，唔茫急了着啦吼，爱较有耐心的，爱较有耐心甲食，有一天
你的健康，你会安尼拍电话来甲咱做一个见证的，吼。好啊，使用许多专家产品，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是非常的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啊，咱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还佫提供侪侪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要十款的朋友，你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旅行的巅峰。你要个经蒙特焦啊，热天的无当个一领，经金钻不粘草裹一支，32公分宽，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整个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30粒，拢会用起咯。咱一道经一行未完结。啊，另外一处呢，个别圣山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都加上一款以外。咱同款有提供侪侪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美国关的朋友，你会当啊经三米六保温杯一支，你要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澎湖澎泽半打，经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境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用一咯。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支是咱吼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啊，这是林淑荣啊、黄西田合唱的一首歌，《卡想也是你一人》。油酒愈饮是心愈上，海头啊愈饮是愈忧愁。嘿，头家啊，安静啊，再来一杯宝丽达透米酒。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呢？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害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害落，脚手是比阿吉啊，搁较翘。你怎样离弃你，偏偏为我痴迷？为怎样怎样我，卡想也是你一个，为着环境爱离开。为何你甲我停了千杯啊？停了千杯，袂解愁。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一在是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接落来，咱要甲报一篇吼，这个编辑知影讲已经进入吼第三级的境界时阵啊，啊嘛是搁有个人吼，安尼为着要做生意吼，安尼关门串户啊，内面安尼烧酒啉啦，啊啊无咧吼挂嘴暗啦，啊搁一酒吼，搁几十下、十外下，啊伫咧你兄我弟。安尼伫啊吼，啉酒啉到欢喜哈，啊，即马甲红了着啊吼，发钱小事啦，啊，即几下若搁摊出去看，毋知要哪办才好。所以讲着讲台湾人拢继续开合作啦吼，啊，而且继续遵守迄、那个，嘛、是有一挂即、這个歹糖伫遐咧路了。啊，是讲啉烧酒 ，OK， 我今没有话着啊，知影。啊，即用罚钱的。啊，顶一阵啊，法国咧研究讲啥物，食薰讲安怎样啊，同款意思袂款。你无看迄个拍麻将的，拍麻将是四卡呢。对不对？四个人尔嘛，你讲嘛，歪啊，歪啊，歪有出力啊，规条歪啊。这家己来歪着家己尔，着准煞，你搁会去可能会搁摊堆别人去的吼，这敢若罚钱尔，敢有通？你菲律宾迄波真正无要考虑看卖啊？菲律宾一下血腥好不好？哎，可是那个我觉得有效呢，有效就是。哦，啊，无伫啊咧，他妈在拢罚钱罚钱，啊，罚有当时啊，讲啊，歹听，伊若脱散啊，身躯顶无半仙钱，你可以罚咧，我插你咧，吼，对不对？我之前讲啊，有钱罚咧，慢慢。哎，啊，有钱人嘛，唔惊你罚啦。问题是讲，这个人吼，伊嘛唔惊你罚啦。啊，对。哎，目前在即马无挂嘴烟伫外口做老师。警察甲拄着是要安那？啊，共警察往我量。然后你罚一个万外块，一个万块够多。咁是万外块尔嘛？咱罚到三万嘞。三万，伊讲上悬的，佮罚到三万吼，三万。像讲啊，三万要开，我就九千蚊啊。什么困难都有啦，真正。什么困难都有，你真正有影啦。啊，但这都算台湾算少数啦。多数大家拢都安分守己。啊，问题这个病毒就是安尼啊，少数人就当看多数人啊。你若一百个有五个，对不对？一千个有一个都无同啊。一万个有一个都无同啊。哦，到底有加减有一种，要甲你。对啦。要甲你。走到病的路啊！你叫伊卖出去，伊偏偏要出去啊！就你叫伊挂嘴烟，偏偏你袂见挂，伊嘛知影挂嘴烟，对不对？吼啊，偏偏我袂见挂，都真正有迄个人就对啦。安尼啊，来呀来呀，来！来这边吼，这发生伫新竹这个所在，新竹县湖口啦。讲一间吼快餐店啊，其实是咧做 KTV 有小姐吼，啊咧陪饮酒开讲的所在啦。啊，讲吼，伫昨昏的中昼吼。警察巡的，安尼巡去到遐，甲看看，讲袂歹，真正关门串吼，啊，大家吼真正有遵照吼政府的规定，也无咧营业啊吼，啊，结果讲看大门关，甲目睭睭拍算要走了的时阵，嘿，奇怪，那会听着你啦，安尼变变叫啦，安尼嘻嘻哈哈吼，安尼足欢喜安尼啦，当啊吼，硬甲开门入去，安尼发现讲一堆人，啊个。底下咧吼，饮酒啦吼，有查甫有查某，底下咧饮酒啦吼，啊，大家拢无挂嘴烟，底下欢喜噶，啊，即马吼，头家娘讲无啦，因这毋是咧做生意营业啦，啊，家己朋友食食吼，饮烧酒开讲的安尼啦，照法啦，即个头家娘吼，伫即个关店的时间吼，你阁甲我开店营业，至少罚60,000啦，啊，每一个人底下饮烧酒的吼，无挂嘴烟的吼，每一个人至少3000块发起来吼。凊彩要七八万块就对了啦吼，啊，这是昨昏吼掠到一间吼，不应该搁再营业，搁继续营业。啊，恁今仔日有看到吼，就是今仔日的本土疫情，原本咱有看到平湖已经啊宣布吼，敢若亲像无爱咱台湾人过啊，是安怎样啊嘛吼？禁止嘛吼，禁止讲啥物风岛啊是安那，啊是小琉球我袂记得啦吼。即马平湖今仔日嘛已经沦陷啊。有一名50几岁妇人人吼，啊，伫这个平湖，而这个 KTV 咧食头路，啊，但是吼，伊这个 KTV 食头路，伊都算啦。这个疫情进入三级的过程当中吼，伊都数时，唔是啊，疫情已经进入三级的境界吼，
KTV 就关店嘛，哎、欸、对啊，啊关店是讲关店无头路通做，无后边吼你做煮饭啦吼。去做啊，做做了，讲做几工呢？煮三工尔啦，啊，煮三工尔吼，就转来啊，转来到澎湖啦，啊，澎湖即阵就有得啦。伊这，啊，伊是伫做位诶？伫台北市啊，伫台北啊，系啊。啊，伊就伫煮饭诶，中间有煮外口，爱烤豆面。可能爱去买菜啦，爱烤豆，伊烤豆一定对诶啊。无，啊，伊上个重要，伊是未当阁继续伫遐住，因为呐，伊已经其实伊个拄啊讲唔对啦，唔是迄个新妇查囝啦吼，是做月囝中心啦。哦，坐月子中心，回来欠欠租借啦，欠租借。啊，朋友介绍伊拢啊对朋友入去去到台北市因这个头路嘛。啊，但是即马这个进入这个三级的境界哦，因遐同款哦，袂当超过五人。哦，规定真严，啊，袂当超过五人，无多啊嘛，袂当做啊。啊，所以吼，伊就只好吼，同啊对朋友，嘛毋是对台北吼，安尼车坐同啊直接。停来到高雄，停两暗，住两暗，还佫对高雄，还佫坐船吼，等于平话是坐飞机等来，我唔知啊。安尼都无去上班呢，根本都也袂去上班的嘛。有啦，有去做三工啊啦，底下伫台北做三工啊。哦，三工了后，迄个未来中心就袂当群聚嘛。啊，所以吼，伊只要头路佫失掉，当我吼要转来，啊，伊要转来，伊要对台北直接吼到平话啦，伊是当对台北。先热爱高雄，啊，去对高雄等于迄个朋友。伊种个朋友为着到底迄个过程是倒位为着？哦，这个，这都要查，这都要查，看伊接触到倒。伊个所在就是原本伊就是伫个朋友未来中心遐啦 ，KTV 咧上班啊，伫朋友个即个阿妈经营 KTV 啊。啊，那咧伫 KTV 咧上班啊，是伫遐位处理之前在咧。那应该唔是啦 ，KTV 因为朋友之前拢无，系无咧啊，无咧嘛吼，啊无咧，中间就怎啊出来？是倒位为着？招两位的嘛，对啊，哦，顶日啊，有迄个进餐吼，咧查迄种八大行业，包括袂使营业的，佮有偷偷咧营业无吼。所以我咧讲，这警察是，咱讲平常时有当时啊，讲着歹警察，咱会足受气有无？但是好的警察唔通袂记，绝对足济。哦，各行各业拢安尼啦。咱拄啊有帮我朋友咧讲讲，即位即个朋友，即个做怎么两做回来租借的朋友讲完吼，系。讲完生意做到对国外去啊！哦，安尼，嘛是去到国外，捌去到国外做外国人，哦，嘛是这段期间啦。哦，伊也去过国外了，对啦。我那安尼讲起来，即声来要找要话判。我咧讲警察吼，咱对着无好的警察，咱是听落是会受气无唔对啦。啊，但是多数的警察足尽职，而且呢，即马这段时间咧，当讲拢抱着迄个危险的迄种境界，你知影？唔对，唔对。迄个拜六有一篇新闻话好笑，你敢知影？迄警察咧巡逻啦。去咧巡迄种迄落袂使营业，啊巡到一间网咖啦，门拢关条条，啊顶头前佫搭一个啥，你敢知？搭一个防疫期间停止营业。写做个看。嘿，啊警察伫遐行过了，啊看过讲，真乖真乖，真配合真配合，对。啊就安尼，即摆遐签到签签的了，就要离开啊。吼，边啊迄个警察另外一个讲，稍等下。啊既然无咧营业，迄绑票咧走哪走遮紧安尼啊？算内底有咧用电啊，电表咧，内底有咧用电啊。阮南部来讲绑表，绑表用电啊。迄个是电表，讲迄电表，看咧走，看咧走，足紧啊咧，安尼哪对？警察真正敏感对。对，这警察讲唔对哦，这安尼敢真正无咧营业，啊若无迄电表是咧走安那，安尼啦，吼啊怎？甲硬开门，叫伊开门啊，结果一个秘尔，真正内底有人客。真正内底人客，电脑台啊拢拍开，对不对？哎，啊，即马甲问讲，即马又讲股东，讲你即间店才坐股东哦。哇，咁发，啊，佮而且迄间讲是随甲断水断电啦，啊，随着断水断电，哦，这真正好啦，较配合一个啦，吼，啊，大家安尼讲较歹听的，这佮忍耐一个较紧啦，迄无啥，啊，像啊这种人都忍耐条啊，你忍耐袂条。啊，六月十四咧咪到啊。希望六月十四会当解封啦，吼。好来，咱来进广告，来感谢。那即马广告时间来介绍咱的产品咯，咱产品有许多山，这二十多档啊，哦，这历史啊，真长啊，对啦吼，安尼吼，啊，像啊姚林、朱连坤，安尼做这台湾人俱乐部就是
头一位就是这个石头山的对。啊，深深受着咱乡亲时代这喜爱啊，啊，所以阵啊，这食个各种食就对啦吼，啊，免去讲啊啦。听众朋友，一个健康食品吼，会当食，会当卖个正是大家乡亲时代，还过来一届五罐十罐的甲咱卖吼，真少啊。市面上真少看到这个就对啦。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啊，有帮忙以外就对啦吼，佫无副作用。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安尼无好呢？这个病吃不好，这个各种病个看，个形成了对，绝对爱有帮忙，无副作用，爱清气，袂使污染，产品袂使污染了对，塑化剂啦、农药啦，吼、哦、啊，或什么什么污染的物件，安全安心个食，身体健康，这个石头山无简单的物件吼，非常感谢啦吼、哦。啊，除了石头山以外，当然咱个有两个所，还个有金立明吼。哦也个人美白，即有集团呐，吼啊，有三四样产品咧，互人购买。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咱真侪产品就对了。软骨素吼，软骨素雄性，这是咱信南公司为一味对骨头保养的物件，叫做软骨素对吼。要然伫软骨素这个产品内底这内容吼，甲咱介绍啊非常清楚吼。然后如果放伫要然啊这个节目，诶，这个广告台中间咱个听好详细吼。软骨素，金立平的第二代。这是咱信诚公司吼，啊，将就这个金立明吼，佮佮提升到迄个处方啊，迄、那个质由我管起，即经过两关，而即个制作过程中间靠我同做到安尼，所以咱平平钱要开要食，咱来食，互咱迄个爬数较悬的，即经过美白制药团的研发出来了，对，叫做金立明的第二代吼，过目睭吼，喜乐通。就是咱信诚公司吼啊，对这个美白剂集团就对了吼，伊个食落去了吼，对这个肠仔壁，即个垃圾的杂质就对了吼，咱透袂离的所在对，伊这乳酸菌入去了，就这样食食的了，通咱的大便做放我出来，或者肠仔清洗上，哦，这个是足重要一点就对吼，我叫做喜乐通吼，这个我叫喜乐清就对，这是一种这个保养品，血液。咱血咧流的中间就对啦，规身躯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就对啦，袂使有杂质，血内底袂使有出问题就对。胆固醇啊，血油开始伫咧压，你唔知，你都要检验才会知。啊，都要食西药去降压，雄激素。平常时咱若五步血清伫咧食的过程中间就对啦，伊开始伫咧开始要落要靠，伊会将中甲化解掉了对，互你的流通会迅速了对。这是我部许多种最大对血液最大功劳了，对吼。啊，那有你无不了解，你等拍电话过来吼。保顺健，咱男士朋友需要产品，你问下有吼，放尿给你知影，拍电话过来，放尿，拍电话过来，给咱买保顺健等于服用吼。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吼，就是咱这个血不足，简单讲叫做贫血。啊，这贫血吼，听众朋友有真侪这个症状，伫这贫血里内底产生咧。但是你唔知影吼，你当作是感冒啊，当作是咧人咧无爽快，心脏唔知道都有问题无，呛个呛，暗时啊歹困，翻来覆去，安尼，种种个问题，啊，惊热惊寒，啊，脚尾手尾拎起机了着，啊，头晕目暗了着，这拢是贫血会产生个部分。所以，像许多那是真正贫血。三星这症状，你吃血红素都正确的就对。在日本、韩国有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多干咱咧做尔尔，所以雄起大，这是真好产品哦，吃袂到哟，吼，别位吃袂到就对。咱信诚公司靠血红素你吃尔吼，感谢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给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梦中也绵绵，想
你他乡，当看月暗暝，阮像随着风，你随雨带去，一站会分开，想你永三更。三五暝月长圆，阮的心肝月看见，乌云歹心意，砸着咱的爱情天。三五暝遐尼水，何时双人也相随，句句爱的话要送乎你。月娘伊，一生等你来三更，三五暝。梦中夜绵绵，想你他乡，当看月暗暝，阮像随着风，你随雨带去，一站会分开，想你永三更。三五暝月长圆，阮的心肝月看见，乌云歹心意，砸着咱的爱情天。三五暝遐尼水，何时双人也相随，句句爱的话要送乎你。月娘伊，一生等你来三更，三五暝，三五暝，月长圆，阮的心肝月看见，乌云歹心意，砸着咱的爱情天。三五暝遐尼水，何时双人也相随，句句爱的话要送乎你。月娘伊，一生等你来三更，三五暝。
好来，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哈兰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哈兰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甲奖赏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啊，咱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和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啊，这个赠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和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完结，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金，阿小弟张立军，在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来，感谢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倒转来。来，那咱这有一个上新的消息，要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哈，就是讲啊，咱北部基隆轻松广播电台 FM96.9，咱96.9伫今仔日吼阴暗9点的广告《度月星》最后一集。哦，咱最后一集哦，啊，这最后一集吼、哦，大家啊爱来甲吼、哦、啊听好详细吼，最后一集发生啥物代志？其实我要甲大家听众朋友吼讲一句这个迄、那个老实话吼、哦，今仔日的最后一集吼、哦，是后壁还佫有刷落去的，几落集要讲的安尼？无啦，我才开始。要讲石油外断，我啊在解石油外断啊啦吼，大话先讲不完啦，啊都讲不完啦，啊了讲要搁找资料都找也无啊，找也无资料啊，啊都家己用写用讲的啊，啊忝啊，所以就小声啊，大话先慢慢小介绍啊啦，安尼会使啊吼，哟，来听歌，沙尘暴黄小姐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异乡夜夜梦》，好来，用动欣赏，感谢啊，《异乡夜夜梦》。思乡夜夜梦，哎，思乡夜夜梦，思乡夜夜梦，好嘞。Yeah.
情地，只是暗相地。流浪在他乡万里，犹原思念地。往事无交着相思，搭你心宽意，甘愿放弃离别管理，返去你身边。夜夜眠梦放袂离，异乡思情放个想你，叫声你名字。好嘞，感谢哈，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8哈，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要恁来要报新闻之前，我只简单一张表格吼，我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安尼啦吼。咱台湾的政府呢，伫咧即个着做礼拜四的时阵，就是27号的时阵，有无吼？有拨一批 A G 的疫苗落来嘛，吼，先拨15万剂嘛。迄批 A G 的疫苗有41万剂了，对啦，吼。啊，先拨15万剂，啊，15万剂呢，平均甲分配落去各县市，互因去自发呢，就对啦，吼。啊，第一线医疗人员，也是经营销这种的这吼，经销这种赶紧先要互因自发呢。啊，迄个时阵，咱大家会记哩，也袂记哩。迄阵就是高雄市摕较济嘛，摕21000的款吼，高雄市摕21000。啊，迄个做校友谊的新北摕18000有无？校友谊就伫遐订啊，订讲啊，是安那伊摕煞比高雄较少安尼就对。迄人统计计够低。对，这按照整个统计，啊，统计表出来吼，拢讲半三遍落来高雄，啊，佫减台北甲新北的。半三遍了高雄，啊，佫减台北甲新北吼。所以那是有一定的比例，迄咱就无要讨论迄。重点是校友伊无伫遐咧张讲较紧的啦，较紧的啦，这是救命啦，啥物种种叫中央卖刁难迄块啊。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吼，会晓笑五柱靠翁的，迄个不一定有效哦、喔。你也知影吼、喔，会晓伫遐张五柱靠翁的不一定有效吼、喔。啊，伫遐咧话较紧的人，到底有认真去赶紧去注意疫苗无？你若照校友伊。你演迄出戏来讲，对不对吼？因得爱疫苗来，爱随落去煮，对不对？结果吼，来咱来甲看一下吼，台北市啊，到5月30号啦，收到分配疫苗是22700剂就对啦。住几剂台北市，就是挂门条迄市吼，22700剂的疫苗呢。到30号，咱27号拨落去的嘛，拜四拨落去的。到30号就是到昨个礼拜。台北市是住10457剂啦，啊是哪住哪佚佗呢？我唔知影呢，施打率是46%，这是台北市。两万几剂是当时播的，拜四播了。顶礼拜拜四到今仔去拜啦呢。咱用拜五甲算好啦。啊，你国民党你做市长是咧做啥物？我国市长，无恁即马是安尼咧佚佗呢？你即马干哪？咧度假呢？你听到只在咧受气啊？等下后壁去听迄个，你唔说抓起俩个。搁有诶，啊，都比较严重诶。当然啦，咱即马来就是讲是，那不咧紧张啦，无认真做嘛。无，咱都听，咱咧讲讲啊，秘书讲，咱讲台北已经真正无解药来，稳袂坏啊呢。啊，即摆人解药好伊啊，佮偏偏佮唔提防者。听因咧讲，敢那像讲迄疫苗啦来有无吼？因是咧规罐啉的咧，你敢知影？迄偌急的，你敢知？迄叫做是？结果台北市，这数字佫报佫。哎，我数字报你听，台北市啦吼，是瓜分天去市啦。22700剂合一，啊，到30号的时阵呢，就是涨啊，吼，到甲涨呢，总共是注10457剂啦，注啊，袂一半，注无一半，注无一半，46%吼，注无一半吼，后来啊，桃园，贵甲惊惊叫，
桃园这部分呢是分到18,000只啦，啊，住偌济呢？住10,000只啦，一半以上、啊，一半以上住55%啦。虽然唔讲做认真住，但是无嘛住下台北市。啊，台中更加含，我你慢慢啊来，慢慢来。台中呢，分予伊17,500只了，对吼、嗯，结果住5,000只啦。我、嗯。17,500只，哎啊，住5,000只了，对啦。5,000只，啊，住无三分之一啦。住28%，无三分之一。张大哥说话今仔日卖好几平。我要连你看，我做特别好给你。如果台北市住无三分之一，那住那佚佗的话，对。台中市会当作肯定讲住甲袂记即人住。对对对，应该是住甲讲哇，又不拢无啊。啊，咱即马过来讲两市，台南市啦吼。台南市，阿祥啊，你报这好。台南市分到13,000只啦吼，你敢拿住偌济？住偌济？姚娘，你听唔忙受气？没，住13,000只，分13,000只，住13,000只，住甲掺一滴都无，拢无。他都住甲拢无啊！对对对，安尼有认真住无？安尼还无认真住？安尼好啊！对对，这人家真正讲叫做我需要用啊，而且是伫前5月30全部拍完。全部拢住完安尼，高雄单机卖咧即种的机啊，头讲台南市袂记甲恁介绍，台南市是王志贤兄哥咧即种的，王志贤兵工，兄哥啦，对吼，啊全部住完，100%注射率，高雄市分21,000只，高雄单机卖，住几只你敢知影？21,000只，全部住了。100%，有那伫5月30号，全部拢总住完。好啊，台南市啊，我头下跳过，拢会当完全住完。啊，台北市、台中市，当然桃园市嘛住不完嘛，但是做住比台中市跟台北市较侪嘛。啊，我够几期啊？未讲啊，够几期啊？啊，就是迄个我住靠拢去住啊。我住，就是好友谊啊，无出来伫遐演一出戏，演甲讲我较紧的啦，即性命啦，三位中央。我未不着伊呢。啊，未，即摆打咩本？即摆打咩本？新北市就是好友谊市。分上济哦。无，一分18,000只。拢总啦，我是讲拢总。拢总是台北上济来着新北吼。啊，新北呢一分18,000只，你敢那住偌济？住偌济？照你讲，照好友谊咧演戏吼，挨家呢挨家迄个挺多个吼。18,000只应该住住的，你要讲要求卡住20,000只处理，安尼唔得了，是应该够无够，唔得了。紧急个安尼，系啊，叫紧急就行了。结果安那，你感觉18,000只交予伊了后，到5月30，拢总住5,575只。啊，你开个记者会，唔咧好笑好答。啊，所以我头甲你讲。啊，底下咧讲甲袂输，敢那讲好，足可怜，因台因新北市人足可怜，分万八几户的住5,000通机。伊5,000几，拄啊住无1/3啦。我讲予你听啦吼，阮台南市分13,000，新北分18,000。嗯。无你至少新北嘛住吼，到阮台南市13,000，好一百只。结果伊是住5,575只。阮台南市黄志贤因兄哥咧，即种是13,000只全部住甲完呢。这表示啥？你敢知？这是地方政府执行能力啦，这叫做执行能力啦。就是讲我来了后，我医护人员的照册，速度真紧，就随通知，就随来，来排列就开始检验了，开始住。迄速度之紧，你看台南市甲高雄市100%，拢5月30全部拢住完，新北。即个底下咧靠讲疫苗，卖讲刁难呐，啊，这是救命啦，速度爱紧啦，啥物种种，结果应该伊遐住上济啊，系啊，结果18,000只，互伊较住一个5,575只，住30%因尔，真内面伊从村内遐是摕去冰来要做饮料，伊老板三支是要创啊？对，我就在问，要做饮料，要啉无对啦。我就问讲，你是要做饮料呢？阿兄，哦，要食解去最大呢？民进党吼，执政已经啊过第二轮啊，有可能大家也未记这国民党执政的这个历史啊。较早不管是在野，还是民进党啊，唔捌完全执政，我讲中央政府的时阵对啦。是毋是普遍的台湾人拢咧配相讲即个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台湾？你若去到啥物咧区公所啦，去到卫生所啦，去到市政府，你看到的就是大家伫遐下地看报纸，啊无就伫遐车碰西，啊无就11点中昼11点啊未下班，就吼去菜市啊买菜有诶无？是毋是拢互配相安尼啊？国民党执政的管治，佮即马嘛是佮。同款延续着古早国民党执政中央去台湾时，分担啊，咱都讲过啊，什么款头就会带出什么款的团队嘛。
对不对？啊，好友谊伊肥家咧，可能感觉讲，应该不要想讲这有硕骨的吼。嗯。你煮偌济气，人家拢会倒腾来啊。倒出来。对啊。啊，你家己一方面手边讲，赶紧的，赶紧糖啊糖啊，迄落做啥？迄落不管迄落不管气也没。卖搞刁难啦！哎，不毛刁难，关别会较济好安的。啊，即马提好你啊，你。你个无要认真。你规日内底。系啊。到五月三十，到五月三第三，今仔五月三十一嘛。就讲你咧，你咧爱新北市啊，个问题咧爱台北市的市民拢假啦。迄拢，啊我就甲你讲，拢假啦。从哪个？我就讲会晓笑五柱靠望的迄个，无一定是有好听，你讲安尼。无啦，人笑五柱靠望的，迄谈天不讲啦。不是啦，我怎讲的？不是了，请来坐过的。嗯。迄人啊，厝内啦，四长辈吼，唔通请人来靠。靠愈大声，无一定是有好听啦。家己拢未晓靠啊，就去请人来。意思是讲靠愈大声，无一定有好听。对啦，对啦，啊，我意思就是咧讲讲，这个时阵应该好友谊人也要制作迄个场面，也要伫电视的迄个镜头头前。咱搁讲啊，目眶红啊。哦，靠家安尼咪咪嘛，啊，看讲个长辈安尼翘起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又靠。我哦，目眶红啊！目眶红，佮讲话佮哽咽，你敢知影？哽咽就是特别无气要死啊！你知影？系啊，都比上过多啦。有啦有啦，伊人也要做这啊！这个时阵的民进党，咱得爱赶开记者会啊！这张表，这是林进遗留无吼？伊本身的伊提供出来，这是前立委啦、医师啦、前立委主，我佮讲一个意思。这是袂使做假嘞，做假只只用用单。当然当然，这袂使假，这我就是讲的哦。我今仔有收到这份表，啊，我就是去查讲这份的由来，伫倒位有名有姓，我才敢报。哦，对啦。嘿，我来查讲，嘿，对倒出来，啊，佮我才敢报就对。啊，这个物件唔是由前立委因去讲。应该是民进党的立委，也是咱的卫福部，你着把这张表甲摕出来讲。啊，底下咧靠白讲无，毋是啊，底下咧讲无疫苗通注，讲阮咧甲刁难。啊，阮正经疫苗好，伊甲注一个31%尔。啊，咱高雄甲台南，人拢注100%，而且数量拢是上万的呢。高雄更加不得了，高雄是21,000剂全部注到完呢。迄表示伊咧做册，啥物种种速度之紧有无？有效率。安尼唔只我多讲哦，即医护人员赶紧去做，安尼唔是啊，因咧规个无啥啥。啊，就安尼简单啊。啊，开记者会啦，吓。先啊，叫中央开一个记者会啊。对啦。啊，既然你台北市、新北市恁只哪只出政者就对啦，包括瓜分条个对啦。啊，恁是安尼啊，即马个算算啊，看做几多嘛。有啦。以后拢几多会落啊。对啦，不错。这个。降起来嘛，降起来会啊，看伊跳起来袂啦。咱台湾人俱乐部吼，咱这是小节目啊啦。嗯。啊，而且咱这本来就拢同温层咧听的啦。这种物件爱伫电视顶面公开去报，无论是你 T 台、啥物台，拢爱报。啊，要报的时阵，就是安那，你爱大型的记者会甲开落去嘛。啊，让大家知影讲好友伊伫遐咧涨几波，结果疫苗好医疗，伊根本都无急急要爱像，就像阿星啊。啊，咱立委是不要开记者会啦。就像阿星啊，但厝内一直吵吵讲我要买鸟倒卖啊。嗯。啊，硬火到尾啊，讲好啊好啊好啊，厝内车库啊侪，再佫买。买来了，迄只大坑在遐，参徛啊，咪啊徛，参发动一下啊，唔得个坑嘞。啊，你是咧吵啥？我看袂使，你个当看。会使会使会使，你若疫苗摕到手，你是要看水的，你就慢慢来看。这个物件报予大家听，咱这拢家己感觉的啦。就算今仔日好友有注100%，咱也袂讲伊好人。我去他家，我唔敢食。冇紧啦，去他家。我这手也废去啦。冇紧啦，冇紧啦。所以哦。咱些咧讲拢咱家己同温层的，就是讲咱这人本来对瓜分条、对好友义、对国民党就无好感，所以咱讲这都是假的。啊，但是让大家知影一个，咱的行政效率，你甲看台南市，阮黄志贤因兄哥吴伟铁啊吼，你甲看高雄，咱陈其迈啊，一个是13,000吼，一个对，13,000，一个21,000，人到30号就是到涨。全部通通打完。人吴伟铁袂着讲，你今仔2万块，我嘛是注了。吴伟铁个，有可能，绝对有可能。你刚才看迄个金陵之开，迄个骗你，你就知影绝对有法度的。2万块，万讲万三千，你2万块，我加起电机，我嘛照常在注个了啦。你今仔日那个台北的万八这新北啊吼，那好友的万八这交互台南市。注了了。哎对，吴伟铁，我全部给你注了了。注了了。所以这就是要做甲唔做，啊！另外一种也是干哪会晓伫遐哭尔，对不对？啊，哭到涂骹零零歌啊！较早有一个查人死翁啊，
啊，死安了后呢，这个就做渣男吼，逐天都走去梦境底下咧哭安尼就对啦。你讲啥？系啦，你给我继续。啊，迄个渣男逐天去梦境哭，啊，逐天摕亏心底下咧灭了咧一梦土就对啦。赶紧落梦土好打啦，我等下趁个关过来见啦。啊，人大家看，大家拢讲，哎呦，啊天下间闹这渣男安尼啦，因翁死则唔甘，啊，逐天去就对啦。结果安尼，逐天去，有一间人甲问讲，啊，恁翁死，你敢着安尼逐天去啊哭梦，啊，逐天底下咧下迄个梦土？伊讲阿阮翁都讲啊，讲梦土啦，打我就当解决啊。恁做嘛解决？咁啊紧啊咧，迄都要解决，唔该惊。啊，你好友谊，你就是讲你要哭尔嘛，你都要哭尔嘛。啊，讲着即个，咱即个好，咱好个袂遐好啦，咱准煞啦。你讲一下，吼，咱家己甲同温层的大家知影就好，吼。吓，这是电视看无？啊？电视我都无看到，你我今仔中昼拢，咱即马拢袂当。电视要报这吼，伊有一个吼盲点啦。啊，因为伊受苦，伊爱吼照起工努力报，照起工讲，啊，这吼足浪费时间啦。所以电视伊无爱讲这个。啊，你电视如果你若讲要拍一个影片就对啦，吼，拍一张相片，平地啊，互人看。伊互你看嘛，几秒钟啊，尔，几秒钟啊，你嘛无在了，对头，头到尾啦。电视很忙啊，白头尾要报，咱今仔老电视台，咱。干那一点钟拢甲报者，啊，甲提前来个滴，哎，是毋是啊？拄我看，大家拢要听你即台，看你个白菜面，陈老哥，嘿，我钓一条大条，咱电视台就作落啊，唔卖伫遐咧吸只下大官啦。啊，你甲讲安尼，有当时啊咧冤过会钓咧，你看讲安尼咧，对不对？这个物件，我爱咱讲，咱家己节目，咱家己尽职，哦，咱讲不妨听啊，咱的同温层，大家听听，知影好友伊都无啥小龙。这报纸无报呢，今仔报纸报纸嘛，都报纸报纸主播，伊连主播报纸报一格啊啦。哎，伊连主播是报一格啊，这个多个。伊是针对种个，针对个，针对新北报尔啦。针对新北市，人讲人送偌济福利啊？你做甲即马阁无做，尤其报讲昨昏啦。以前靠腰了，昨昏因竟然因新北市阁休困啦，无做啦，无啦，不要查证啊。咱遮多数，咱家己的听众朋友本来就袂去投国民党啊。唔相信你站在这边吼，大家就个咧啊，啊嘛是发着韩国的啊，韩国的底下互相在来咧，当然是咧因啦嘿。不咧爱因的家己的迄落。啊，但是好友国民啦。但是好友的支持者，恁敢真正拢袂去看到这种新闻？加减会看到吧。但是你对好友的支持者来讲，讲我讲要紧，我慢两工啊就做完啦，因的说话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咱是加减讲者，安尼让大家了解者。啊，像那这台是，看到这我那才讲啊，你这袂用着，会看把手，迄就台湾人。最好是这样，这个是台湾人啊。最好是这样。啊，无你个从明年就要选啊。啊，若无特别民调，拢走第一是台湾啊。对啊，啊，迄是过去啊。好友谊，啊，即卖过来看卖啊。好友谊，用看卖下手也是即卖尔啦。顶面选举的时阵，迄99块门牌嘛，无解释清楚，到底是嘛是还佫伫咧发现伊啊。伊用看卖下手也是今仔日，啊，瓜问题佫较唔免讲啊。咱即国个根本就无咧信伊咧瓜个就对个啦。好啦，啊，即下咧小瓜插一个花啊，好歹势也哩啦。啊你安尼，哇，时间够啊咧，啊，要我养鱼啊，歹势哈，好啦，啊，好友你佫继续哭哈，互你哭到涂骹拧拧过，互你对个别些外口用白到内底，无人相信你这有效的啦，我讲明的就是安尼啦，要咱来进广告啦，好啦，我是比如啦，唱个弄头，我是比如啦，好，来，咱进广告，好，谢谢。0800-0500-6688，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
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肉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鱼油等等等等，真侪项的物件。这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话就对啊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袂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就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课，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敲多歹，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得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去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肉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伊骨浆骨上，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亲像咧沾机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迄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长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浆。如果若无只骨浆骨浆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着。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触入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元200，包括维生素 C， 也有咱的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
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哈，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大件的台中朋友，有人给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给恁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了，对。除了在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咧顾这肠有清气，这肠啊若无清气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肠啊白疼吼，你甲想看偌济了，对，惊死人，吼嘞吼。所以用这大件的台中，喜乐通全部第一了肠啊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加拿大信兰公司有这个稀土通，这米白就是团研发的就对。阿和技术，他都有人讲阿和技术就是这种物件，所以相信话，可能等下清气，较袂去治疗这等下白疼，这非常清楚的对吼。所以阿个咱五宝稀土清，这个血液吼袂使回脑壳，血液来脑壳对啦，像咱一条狗啊，那感觉就对，脑壳也塌。开始惊人杂质就对啦，有诶物件就又开始疼，迄条狗啊都未通，未通就规臭乌乌，做上去话，咱血管更管意思了对，那叫脱掉就对啦吼，有当时啊咱走未赴啊，伫脑里看袂安那落，伫心中看袂安那落，后尾个血未通，伫脚未通诶哦，迄把来清经啊呢，做上去话，即五宝虚六清各家吼，保顺健南树平物。钙合产品的店哈啊，帮你有出问题，咱知影哈。食补肾健血氧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吧接触团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哈。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产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中人喜出彩排，悲欢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计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0800-0500-6688，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咱要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机要卡，麻烦加空了，感谢。你好，喂喂喂，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记你之前无发现，大陆来偷渡，即来偷我船，伊两个囡仔，敢会？有啦，有两有。有啦，一个对金门，啊，一个伫迄个台湾遮啦，台中遮啦，嘿。对，啊，迄两个过了，开始就大爆发啦。过无几工，疫情就大爆发。对，有啦，迄段时间对啦。对，啊，是毋是这两个来得放？唔知影咧。无啦，迄是咱伫遐猜测就对啦，哎啦。啊，伊都。大陆就要往咱倒诶，中国啦，诶，啦，中国啦，哦，即爱讲中国，中国大陆啦，是讲个阿巴国家，也全部对台湾倒诶，是，讲到尾，你两个处理了后咯，都不了了，吓，拢也无讲诶，啊，但是听你讲讲，关于对啥物有关的场所，伊也知影。啊，伊两个来是到底是阴性诶，还是确诊？
咱也唔知啊。这是唔知啦，但是咱了解讲，即届台湾的病哦，是为这个化学业技术吼，安尼慢慢探出来啦。哎，遐遐是老，遐一个老胖底下底个所在啦吼。真侪人是安尼咧讲啦吼。是。好。好。当初就一般人也操作这个疫苗嘛。嘿嘿，对啦。人唔敢赌嘛。嘿啦。对不对？嘿嘿。啊，即个话到来，大家咧讨厌啦，讨咖啡机咧。是。三只要煮啊啦。你这哪样心中无台湾？即嘛三叔，大家三叔要看啦，吼好。好啊！我即卖头拄啊，阿兄啊，咧念迄个表哦，咧看咧，那也煞煮上少，煮无了。好，谢谢啊，来，你好。主持人你好，哎，你好。啊，我新北市民啦。还是。啊，我讲话较直接，我讲一下对地方首长疫苗的事情哈。坦白讲，双北的市长，双北市民，我觉得很丢脸。嗯。执政不力啊，甲人全国的各县市共拖甲一死个，没有检讨的心，嗯、对不？啊，只会作秀抹黑中央，对不？啊，恁这中央的，恁这地方首长都已经打了中央许可的 A Z 疫苗，啊，却要动用地方的那个预备款，啊，要去买迄个中国的不及格的疫苗，要给市民住哦！哦，你讲这有够好呢，小姐，你讲这个有够对呢。啊，问题是，你那个中国疫苗是香港人跟中国民众都不愿意打的呢。是。别的国家打的中国疫苗都是安尼感染而确诊而死亡，这是无形的谋杀人民呢。可以打吗？是。对不对？你们这一些地方首长要不要检讨一下？对。你们消费。市民把市民的生命当作什么？对不对？市政无人，啊，还要抹黑中央啊！团结起来再乱中央，这样话吗？对不对？没有跟各县市去道歉啊！执政无能啊，拖啊个一死个啊！没有啊，搁会使乱中央乱干，然后造假抹黑啊，搁要唱靠调啊！啊，丢死人了！我们怎么新北市怎么会有这样的？反正咱应该给他撞了丢，对不对？怎么还有心乱下去呢？是啊！他一下子要封城，一下子要叫市场休息，啊，民众，安尼。唔知道要听多一句啦，对了，对不对？很乱呢。对了，好，再次感谢，谢谢，来，你好。大家好哈。哎，你好。中岛的这个民事新闻哦。嗯。我是听新闻，我不看外面啦，所以应该是一个哪样的人跟咱质询哈。嗯。他讲叫政府讲恁疫苗那会袂遐尼慢，是故意要拖刷。嗯，啊，要来躲离咱台湾生产的这个疫苗。嗯，哦，啊，讲恁安尼台湾生产的疫苗够不安全？嗯，你政府官员要出来保证。嗯，啊，佫讲啊，就抓呢，叫咱的政府啊，就抓啦，就抓讲台湾生产的疫苗哦，有100%安全啦。嗯，啊，但是中国疫苗拢无合格，伊佮无叫中国出来就抓。嗯，哦，啊，所以佫啊佫上下袂对啊。啊！恁民进党的立委哦，有一个立委台北市的啦，吼，查某的吼。啊，我因为我听声，所以我嘛唔敢100%肯定是伊啦。但我讲应该大家都知道是谁啦，吼。嗯嗯。啊，就甲无一党真好啊，你吼。嗯。啊，伊安怎讲呢？伊讲啊，这政府吼，是不是政府的高官有人去买台湾疫苗的这个股票？啊，所以这個、叫政府要调查，要让人民一个交代啦。嗯，啊，像选到这款的，你民进党选到这款的，为啊那就是敌人呢。啊，就是安尼个点，嗯。哦，啊，所以各种话就讲，咱你咧各管区咧查，要查疫苗要家己买，安尼会使。叫中央的来先一点，叫那签署一条讲吼，你买疫苗，到时若发生什么重大的副作用，还是甚至猝死吼，恁各管区的人家己负责。嗯哦，嗯，欸，啊，无你叫谁赔？啊，另外中国疫苗，啊，那本人啊出大问题，啥物叫谁赔？那唔知是咪？较早迄三立青南街的塑化剂，啊，恁讲要甲中国讨赔，啊，敢有赔到半角？嗯，哦，嗯，啊，所以大家老百姓哦，目睭闭较紧的啦。啊，你讲过党的，还是啥物宗教讲要
捐钱，讲要捐疫苗，唔免啦。要买疫苗，恁看要捐偌济钱，互政府去买安则对啦。统一捐恁则对，你都捐钱来就好嘛。好，多谢。谢谢，不得力。感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哎，三位好。哎，你好，你好。啊，会做代志啊，拢点点啊做啦。啊，若袂做吼，拢大细声啦。你看阮台中这个啊，拄啊才出来尔啦。恁美政府啦。讲诶，台湾2300万人，你疫苗伫倒？蔡总统啊！啊，好伊啊，伊唔注意是咧，他妈咧吵啥啦？系啊，就是。你叫伊，你叫伊，下晡过来找我。你住上少，你住上少。你住上少，诶，排尾名诶，叫下晡来找我啦。多排尾名诶。对啊，你就拍，伊就拍28，结果拄啊，伊就是知影在拄啊尔，拄啊伫现场诶。哎，个迄个闽南讲诶哦。总统是安怎？意思讲。蔡总统，你疫苗你倒了，安怎了？啊，所以伊拢想讲这份表，大家拢无看到。有啦有啦，你迄个一到中到迄个什么新进节目迄个吼，迄两点迄个有人退出来。新闻节目有人退出来啊？你有啦有。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人伊嘛是为了面底皮要出来点么调？安尼无道理。就是安尼，所以爱出来大声啊，大声疫苗啊，安尼应转移焦点啊。是，我明仔载叫杜特地过来甲处理。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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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喂。哎，请讲，有人伫咧无？哎，你好咧，我来拍摄哦，哦，是咧啊，来，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大哥，大哥，哎，你好，哎，好，我快乐。恁够是感觉？感觉，真不是够，真不是两个啊，迄两个郑秀长啊，阿勒西讲阿上辈，今麦都唔敢讲风潮，哎呦，今麦。拢一寡人民咯，拢知影讲，因无做加国奉献个啦。啊，即唔国奉献哦，我都要来，有可能要经济合上班上课啦。啊，要做什么事情兵推啊？拢讲讲个有啊无个？奇怪，安两个钱个市民哦。那我去电话应该按您辛苦，啊，恁个市场咧紧缩个咧，不只买紧缩个啦，啊，我讲台南市个大姐哦，好来，你讲台南，台南，好，我打个网络报道啦，哦，讲台湾市场哦，迄个冰两颗包啊。哦，台北市哦，好好好。台北全部来讲，我伊要行个有无？有法推人有无？那是我内底老人地有无？哦，老些人地哦，就一种种街道要建嘛。哦哦哦哦。啊，恁一号是新来个有无？了解了，勿紧啦，英国人安那做，你做啦，安那个做。好，我给你。他老公，他老公，我这我这人就来着。好好好，我来讲起来啊。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喂，阿大爷，喂，你好，你好，我是台北，我是台北。我台北哦，真可怜。哇，可怜。那个好友谊哦，到底唔知咧布什么？新北啊，新北哦，新北。对啊，本来疫情无遐尼严重。啊，好友谊哦，讲只古讲风声尔。你知影，阮下早是6点出去排队。拜托一点钟才买到物件。哦。即摆来疫情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就是伫遐爆发嘞。所以讲，阮台北，阮北部上可怜。奇怪，靠这个市长袂晓做工课，啊化东化西，啊幺八叉骨工一直叉。在问迄个导游爷啊。严重就是为啊引起，为啊开始转来啊，一讲一直坐一直坐。因为阮是家庭主妇，阮有去买菜，所以讲我上了解这些。每一天我6点才爬起来去排队去买菜，逐天心肝都拢安尼惊遐，讲有一天若封城，阮是要食啥？有影开始，阮要去排买菜，阮嘛是会惊。无排出去买，伊规工一直话封城。对啦。我安尼逐天都拢系心吊胆。系心化诶，你咧吼。一直惊，不是嘛？讲话要惊。伊搁惊去用传染着，伊搁惊讲无菜人食呢。所以讲，迄国民党诶，规工甲人幺八叉，一直叉，到底毋知咧叉啥，也无做半项工过安尼，台湾安扰乱。我感觉因足可，足很可恶，很可恶。好，感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好，伊主持，哎，你好，是你好。像这新北市，啊，甲台北市、台中市，疫苗拢做无完嘛？拢做无完。
我足怀疑是毋是已经有关系人先住去啊？嗯，啊，即马甲你讲，诶、欸，我还未住完哦，啊，即马紧来，因为明仔载后日新的就要去啊嘛。嗯，对啊，这两天啊要搁半个名落啊。真正诶，即阵啊吼，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拢无啥物表现，情况讲，这到底有啥物？我绝对唔相信讲，拢因拢足公正诶，拢可能家己拢无暗干诶啊。哦，我惊讲暗干家己有关系人先住住诶啊。哦，嗯，嗯，对。啊，哪呢？哦，哪呢？这查到这犯法呢？这是要预和人员，包括警察局。台南市在高雄区拍诶完，警警诶，拍遮侪。这警察警消诶先住诶呢？我甲你讲啊。挂一个二小二金会当做阿妹啦，嗯，二金妹，足多啊，二金妹，二金妹，我刚刚经销啦，经销啊，经销啊，警察啦，对啊，经销啊，二小二金有算阿妹，哎，无算，无，消防诶，消防诶，我意思是讲，啊，阵啊先住住诶，嗯，有人已经先住啊，啊，即摆甲你讲，诶，我也未住，我反正我也未住完，嗯，啊，你敢有法度啥物，有啥物？听好你诶意思啦，听好你诶意思啦，就是讲有关诶人先来住啦，哦。议员家己要去注意啊！啊，去查啦，去查，这咱无法度查。你议员来处理看卖啦，好好好好好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恁两个好。你好，你好。我甲你讲哦，像柯文哲啦，啊像迄个馆长啦，哦，哎，好友谊啦，哦，规工三唔拢讲红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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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对着我的麻烦，他都叫我来挂口罩。对哦，你就是挂口罩啦，是不是挂口罩啦？嗯嗯嗯。迄时阵，两家咧做，了快船敢起，你知唔知？啊，偏偏就会调咧。调，你知？我做阿妈，我就做无得调哩。嗯。别紧，甲调，阿妈甲调，别紧。哈哈哈哈哈。我调。我温存你甲调。哦，你做新增啊？哦，你等做遐尔啦，今仔日做啥？你管啦？是哦，好，恁来者，恁来者啊！好，咱即个嘛，感谢你哦，谢谢哦，谢谢，感谢。好，你讲一下，你讲。退赛万气。好，谢谢哈，谢谢，好，真棒啊，我当接嘛，谢谢哈。海誓山盟未死。非常感谢，感谢咱敬爱乡亲许多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来做一个广告。咱信任公司许多三级的产品哦，台中朋友已经差不多拢，将军军唔免去讲啦。哈哈，为咱的健身，咱就知影吼，讲对这個身体上就是保养哦，人吼，较用到一路破，唔是遐，就是遐，唔是遐，就是遐。身体上绝对无人讲十全十美的，因为你若食愈侪货，中间身体上的毛病愈来愈侪，唔是血压啦、糖尿啦、不然三高啦、有诶无诶，安尼个心脏啦、啥物酸痛啦、骨头啦，你会若有，绝对是安尼就对。所以用许多。医生爱去检查，病医爱去看，食病的药啊、西药，做你个食无要紧，因为你若个食咱许多山这批产品就对，会当甲你化解一下西药，食了体内会伤害就对，这已经足清楚就对，大家拢知影。包括白天对啦，有许多山在帮忙就对，嘿，你的复原有可能会足紧。一寡医生。看足久，看到胃汗里去的人，也是同款这个意思了。对，许多山一味好产品，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了。对，咱信任公司无听到咱的电台，有可能伊都唔知道有一味许多山吃好。听到的人，我话有吃到的人太济太济太济，所以用许多惊着，今仔靠国将是一枝独秀，伫台湾这个地区、这个所在、台湾这个国家内底。许多山都干那咱独独一味尔，无人谈咱同款的成分，叫做欢迎的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一味，请从洪金如甲联名了着吼，许多山当然有配合的产品啦吼，咱各有恁骨锁，就是骨头，要听咱讲个介清楚了，这骨头要安那搞吼，这互咱当自己了解哈，金立明的第二代。即个有两把手讲过，吼、哦，即第二代吼，是那个第二代，成分更加高。
这尾巴照一团哦，研究两波了滴啦，两波，两波我伫节目中有讲过，这两波突破了了滴啦，今明第二代，哎呦，食了个地个无同，较早第一代个无同啊，表示个升温，佫提升，佫提升了滴，迄是今里边个第二代吼，喜乐通对这肠啊，肠啊无好，肠啊有毛病，多数拢安那，肠啊迄个卡喺垃圾杂质，你固话深了。会造成到迄个肠啊出问题，息肉也好啦，你就去检查才知咧。检查爱赶紧，医生来感觉讲，哎，检查是你肠啊有息肉，无退袂使啊，要挂起来袂使一啦。迄要挂起来中间就退了，佮我们唔知偌久过了，就变成迄种歹的物件。所以这是互咱做者了解吼，这系统专门咧顾咱的肠啊，拉三十只就对啦，拜拜互你，这介好，互伊清气上。主人就伊都袂生迄死咯，迄简单讲就生裂啊，都袂生裂啊，裂啊讲话恐怖，听到裂啊大家会惊吼，迄死咯就等于裂啊同款，所以用这句话，稀土通就是没有人吃车了的吼。我保稀土清哦，这会用，阿无帮啊，这是一种保养品啊，咱吃我保稀土清可以会老透，会顺舒了的，别塌掉了吼。保顺健，咱听众朋友拢知啊，保顺健咱年岁啦有啦，五六十岁以上起来吼，咱就个老兄弟吼，老朋友吼，六七十岁、七十八、七八十岁就对啦，真侪真侪真侪。嘿，阮即个棒球队拢走去咧啥，走去咧挂迄落做啥，捏无线就对啦，安尼就对，好好啊来个使用咱保顺健感想吼，火杨素当然啦，对这个贫血、贫血食火杨素一味，安尼正确就对。所以有人说吼，咱病人会造成真侪真侪，一些头晕眩啊，心中一呛，安尼目睭会涩，脚背软起起，感觉两个精神无好。你茫当作是感冒，有人就是病人三心五那会安尼哦。所以像这话讲，就是血红素你甲食，那是真正病人的问题，食血红素非常正确。就介绍火力了，对吼。所以除了这三品以外，吼，咱用许多三这三品全部来个做一下调理，可能身体上会保持健康，甚至体能过会更加好，抵抗力更加强。这是咱信达公司的三品做的到这点了，对。有任何不了解，请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0800-0500-6688。好的，啊，奇怪，好，来，时间的关系，杨杨爽，去学国民党故事，变成政治人啊，变政治人一样哦，歹势，好来好，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我那爱讲过一段了哦，哈，来听讲吼，啊，顶礼拜雨到门啊仔啦吼，啊，即卖下晡你个看到已经无啥雨啊吼，无要紧，门啊仔过了后的时阵，拜六吼，拜六来个有一个梅雨季。讲拜五就会开始加减，拜五就开始啊！即马就是迄个风台，伊行的方向，形成啊，已经形成啊！对，伊若是行入我咱台湾吼，伊就会把迄个原本爱伫台湾落雨水去吸去空风台啊！无，啊，即个风台呐，只要佫再未来，哦，就做一变倒啊！啊，毋过吼，气象局拢袂真袂落位，歪对日本过啊！啊，拢嘛安尼讲啊，但是风台变安尼行，都毋是咱人注意的吼。好啦，来，所以你在看一个执政者吼，效率。现在已经慢慢在破功了，咱新北市的人、台北市的人都已经差不多知道了，有一个一个简单的事情，他看他武汉的病毒包装得太漂亮，总是人就是人，不是新鮮啦，這樣不然就被破功了，我相信啦，慢慢再看，好，來，時間的關係，明天在空中再會，謝謝，拜拜。